这三台除湿机看起来都一样，但是只有486是最新独家第五代19公升，外面都是旧款，不要买错了。买除湿机安全最重要，486这一台才有全新优化的30项安全设计，以及紫外线消毒功能，还有500万的纳米离子可以抑制空气中的细菌，还有最新款才能当空气机进行使用，只要在486团购加购除湿机专用 HEPA 滤网，挂上后关机按下纳米离子就会变成空气清净机。换药的钱当然要买最新最多功能的，赶快搜寻486除湿机。等一下，你还想要除湿力更强的吗？你可以参考这一台地标最强的25.6公升双回变频除湿机，赶快上去逛逛吧。台湾最大团购平台，最新最棒的家电都在486团购。